这吃饭我花不少钱吧？不会啊，哎呀，还有大龙虾。哎呦，这也太好吃了。我是越来越羡慕他们的身材，太大了这里啊。来来来，老同学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哇，老板，真大气啊！大家都好久不见了，大家吃的开心就可以啊。来，是吧？是吧？夏。这么大人了还摔跤呀？谁不说呢？哎，一个大人了还这么不小心。谁办的我是一清很清楚。估计啊，初夏肯定是没来过这么高档的地方，被吓坏了吧。那你现在过来，到饭店门口等我。我刚就绊了他一下，太便宜他了吧？嗯，没有什么好办法。这戒指，呀，孟娇，我限量版的大钻戒不见了。不会吧，那可是全球限量版的，只有那么一颗，你再好好找找。我都找了，不会是谁把我的鸽子蛋给我们打走了吧？这样吧，安然，为了证明我的清白呀，先搜我来。初夏，你的呢？对呀、啊，你的呢？你说啊，我又没拿。初夏，把你的衣服拿过来，我看一下。那给你。呀，我的鸽子蛋。安然，你可看清楚了哈，别冤枉我们初夏。不会的，孟娇，你看这是我的名字，不是我拿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我口袋里啊。林初夏，拿就拿了呗，怎么还不敢承认了呀？就是，想要的话我给你就是了。我再说一遍，不是我拿的。有你这样的同学，真丢人。是呀、啊，我记得上学的时候，他手脚就不干净。把戒指给我。你干什么？要你给你就给。这戒指是假的吧？假的？怎么可能？难道这就是你偷盗的理由吗？我才不会去偷几块钱的玻璃呢。你有什么资格说我限量版的戒指是假的？不信的话，可以给同学们看一下，这是不是玻璃的？给我看看，我正好对奢侈品有了解。闪是真闪，但是看确实不像是真。安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我也不知道，他肯定是那个店员，他骗我，他拿个假的来糊弄我。原来是这样。那这样你可得好好教训教训那个店员。好了好了，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。过去？那你给我好好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你的戒指在我的兜子？我也不知道。就行了，我买的一货，居然发现。哎呦，这么热闹啊！看来我来晚了。
哟，秋实来了！啥？快坐！哟，这不是秋实吗？哎呦，路车！哎呀，哟，这不是前女友吗？林初夏呀，刚才没听错的话，是在跟他们吵架吗？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，素质挺高的呀，竟然在饭桌上跟他们吵起来了。这么没有素质的事儿你都能干出来，是啊，秋实，你当年也太没品位了吧？你是哪儿的？爸，我就是当年的校花陈梦娇啊。哦，对，陈梦娇，哎呦呦呦呦，那你现在听说可厉害了啊，开公司当董事长了。还有啊，是吗，陈梦娇？你现在真的开公司当董事长了吗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你个清洁工知道什么呀？哎，秋实啊，你当初是怎么和林初夏在一起的？哎呦，当初啊，他天天缠着我。别吹了，当初是你追的我吧？你给我少说两句，小心老子抽你！秋实啊，大家都是老同学，不要太过分了。小白，不是陈梦娇的前男友吗？你怎么这么替林初夏说话？我只是看不惯你这么欺负人罢了。多年没见，没想到你竟然变成了这副嘴脸。你知道老子现在是什么身份吗？我是天启公司新上任的总经理。那不是我的公司。你的公司，你吹牛吹到天上去了吧？啊！哇，你好豪啊！秋实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初夏可是在天启公司清洁工。清洁工？哎呦，清洁工啊！在没遇到你之前，老子还真不知道自己有那么牛呢。人外有人，山外有山，我劝你最好低调一点，不然早晚有人收拾你。不知道天启公司怎么回事？那是我哥。我说呢，原来是靠关系上位啊。哪像你呀、啊，要什么没有什么，只能在我们公司当个清洁工啊。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明白？老子的事儿也是你一个清洁工说明白就明白的吗？你太过分了。秋实，够了，你不过是个分公司的总经理，没必要那么狂傲吧。苏白，我劝你别给老子多管闲事。我要没记错的话，你应该还有份合同。没想到你们一个个竟变得如此狗眼看人低。臭清洁工！清洁工怎么了？清洁工就不配获得别人的尊重吗？尊重？行啊，尊重，今天就让你尊重尊重。从这跨过去，跨一次，哎呀，林初夏，你快酸吧，这可是你当清洁工多少年都赚不来的呢！不要欺人太甚！欺人太甚！
行啊！你们竟然一个个如此欺负人，要钱是吧？我今天就给你们。喂，刘秘书，现在马上带100万现金开奔驰来接我。